分的先发球员。在玉龙队部分呢，有简兆义，另外周诗渊、吕建如、周伯成，再加上洋将22的 Roy， 那这是玉龙队的排分的先发球员。那么至于呢，在福原这边的先发呢，则是有陈杰恩，另外林金榜、戴文成、林耀东，再加上洋将菲利皮陶斯，他有点危险，再出来给戴文成。陈杰恩的受伤，所以葛继豪立刻上来了。戴文成外线出手得分，柯敏豪切入收球到篮下垫步啊！站起来。吴凯翔外围的出手去，给他底线，于振儒在底线开炮，得分有了。其实对对对，这球底线给到陈杰恩出手得分。豪斯单打进算 A 管二十五，柯敏豪带球罚的失误，前面快攻林金榜，再给陈建恩，陈建恩往下做的抛投很有水准啊。对，那我是建议还是下次还是英文好。对，然后让张扬来翻译就好。外线出手，这球篮底球，56-39，柯敏豪直接杀到底球。现在目前周伯成对的蛮成功的，陈世杰外围的三分的，他摆三分，真的是。西武这场比赛拿了11分，戴文成杀进来两分再拿。周诗源空中直到最后出手有了。周诗源在这节要想办法发挥他的一个得分的能力。现在谁能够阻止西湖是这持球次数啊，机会是最多的，假设你一直都是一个人去投篮，前面快攻机会，潘冠安收球一个假火自己射，好球，得分，三分外线吕建儒的出手开炮进，陈杰恩这球给出完底线，这边出现空档进。昨天首战呢，一分之差输给了富邦勇士队之后呢，今天几乎一路呢是处于挨打落的情况了。同时，杨将洛呢几乎在整个下半场比赛呢就完全没有上场了，最后是呢败给了福原的推下了开季的2连败哦。